今天是五月初，祝大家端午节快乐。然后今天来我们这里，那个街上面那个河里面看一下那个赛龙舟，今天有那个赛龙舟。来，跟我来。好多人在这里等船过去，到对面河那里去看。今天涨水了，应该是上面那个下雨了，然后就是那个我定站放水下来。看你要一家进走吧。这个船接了个人就走了。船来了，上船，好多人挤不上了。
这里面还有那个赛龙舟，应该是他们弄吃的扣肉。还说老妈放手耶，人都不见。现在坐茶一下。